Fala!在盲盒旅途里，生活着这样一群人。我们是五岳成团。他们组成传说中的软硬适中柿子组合。哇，好难啊！我们太矮了，这个鱼我们够不到，怎么办？我们太菜了，我们下午摆烂吧。我们这得吃一天，没关系的。要付钱的话就不进去了。一两个在睡觉，我也爽。他们总在闲事与奋斗之间徘徊。有什么节目都可以上去表演。上不你们了，我不行。哦，我们想上去。啊，我啥也行啊。偶尔被现实生活硬控，我觉得就选择要那么的偏弱一些。偶尔好运也会降临。既然已经穷了，这都过得得了，对吧？等于是我请客，今天是带来一场淋雨的。好险，我们肯定是因为遇到某只软柿。那他可真是挑对人了。这种事不能让他们老把我们当软柿子。永远不要相信女人啊！赶紧的，都毁灭吧！兄弟们信我，我这把我觉得我有把握。在这场卷躺结合的旅途里，他们能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旅途运气吗？掌管时间的神。那我们在车上还有办法赚钱吗？不是，不，我不卷了，对不起。卷又卷不动，躺又躺不平，烦死了。